我去车站坐那边的车。哦，好，那你快去。注意安全。好，安全。千万要是最好的车，有报站，有电子屏，千万千万这次别坐过站。前面，前面是什么？不是赶火车去吗？我担心你会坐错。电车我能看到外面，坐不错。Hello, you never were so fond of memories. 下一站你就赶紧下去吧，别耽误你赶火车了。You say it back. Dive in the direction of us and let the starlight out and shine. We are arriving at the station. Please prepare to exit. There's nothing I wish it can do. So find a way to. 这一站好短，你到公园告诉我。你到了，别告诉我。喂，哥。喂，喂，哥。那个，我信号不太好，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吧。喂，喂，哥，你没信号了？有。训练计划完成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你一开始过去耽误两天训练，为什么？这是你第一次国际大赛，成败在此一举，知不知道？我知道，那是一开始，我现在每天都按时训练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什么？最不喜欢找借口，所以不要找借口，好好训练。如果我再听到不好的消息，我就直接飞过去找你。
老板。哎，听说你要搬走了。哦，对，我下周搬。我队友跟教练都来了，得找他们会合呀。那还回来吗？不了。那你比赛完就直接回国了？那下次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我给您要两张位置好的票吧，到时候您看我比赛去。不用不用，我自己买。啊？你们大老远来的，肯定啊还没我认识的朋友多呢。我能找到好位置的票。也是。马上到。那我先回去了，到时候见。去吧，训练一周了，周末好好休息啊。哎。比完赛就走，哎呀，那小子怕没时间追了吧？姐在厨房呢。天天，你跟谁说话呢？不会碰上林一阳了吧？这可好了，还真来了。我打算找到学校，在这再续一年。要是要是，啊，我先上去看看啊。你不是说不过来了吗？顺路。拖鞋在哪？啊，没事哥，不用换了。反正好几天能收拾。我不是来找你的，连这种场面都应付不了，还打什么职业？我也没说我应付不了啊。我给你倒杯水啊，哥。不用，我喝一个，我喝一个。哎。那是不是来看青年组比赛的？我是来找林一阳的。是你说漏嘴的。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哎。你们俩跟他不是很熟吗？我们俩跟他关系是还可以，但是人家也不会跟我们报备行程吧，对吧？对对对。有没有联系方式？有，你问我姐，她傻乎乎也不知道，她俩不熟，啊。平时没白对你好，迟到给我挡枪子了。帮我问问她，什么时候到？不许说我在。行，我现在问问，现在问问。那个。也不一定这周会回来嘛，他平时也不在这边上学，还要吗？你还真问啊？不敢不问呐。回了。啊。他到楼下了。该不会真要打架吧？不至于吧？十几岁的对手，高中就没再见过了，还惦记到今天要打一架。你哥脾气不好，一会儿要是真吵起来，我不记得拦着点。我拦不住啊。我进去吗？那个杨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哥，我叫穆小天，他叫穆小白。